上周微软发表了全新的作业系统 Windows 11，它最大的亮点呢，就是可以支援 Android 系统的 App。而这个变动呢，不止让喜欢玩 Android 手游的人为之振奋哦，也同时掀起了一系列精彩的 RIP 梗图大赛。而这一波被缅怀的主角呢，就是 Android 模拟器 BlueStacks。BlueStacks 的主要服务就是让 Windows 跟 Mac OS 系统的这个电脑用户呢，可以透过它的软体去执行 Android 系统的 App。而这个功能对于想要在 Windows 电脑上面玩手游的人来说，简直就是一大福音。所以这次当微软一宣布支援 Android 的时候呢，有些人很快就想到说，那 BlueStacks 不就是要 GG 的吗？那虽然当天哦 BlueStacks 就在 Twitter 上面大方的欢迎 Windows 11加入这个大家庭，但大部分的人呢都不相信他们是真心祝福，反而纷纷的开始制作各种 RIP 梗图，狂戳 BlueStacks 的痛点。不过面对大家的缅怀呢， BlueStacks 看起来老神在在，或许他心里想的就跟这张图一样，反正你的电脑也跑不动 Win11。